你觉得不好吗？台湾人都是这样，你不认同吗？我是日本人。哦、OK， 所以你看看，大家要多学习台湾。台湾用这样子的方式的话呢，才会有这样子现在这样子的军力，你看多棒啊！了解，谢谢了解，好，谢谢。轮到。换过了，等一下，okay. 我的白脸上，还好，好棒哦，这谁不会？我还有一招更厉害的，我整个人会再飞起来，飞出去，飞出去，很厉害，我的，好像飞不太出去，怎么会这样子？怎么会这样子？我差点飞出去。OK， 我来告诉你，你为什么会这样子？为什么？因为你这个人就是好吃懒做哦，知道吗？所以你已经没有办法像以前那样，这样像一个子弹一样这样飞起。对，我真的飞出去。对，没有办法了。然后又胖，对不对？那不是，我是个相扑选手，我本来就应该要胖。对，不管。然后另外就是你哎，很喜欢平常喜欢喝酒。哦，对，喝酒，中度脂肪肝。对不对？这些跟飞出去什么关系？你喜欢找虾妹？不是，那你不是，你可不可以帮我一下？帮你，我没有办法帮你找虾妹。不是啊。帮我把这个虾妹的部分你自己处理，要练回来 ，OK？ 我想要练回我的绝招。哦，所以你看，因为你平常做事的方法呢，已经跟台湾的国军有点像了。哦，有一些地方偷懒，那慢慢就会变弱了。怎么样练？好，对，我们像我们每一个人都身怀绝技，有没有？刚把你打得半死，其实都是有方法的。我们练习的时候都会加上一点趣味，这样子的话呢，趣味，对，会让自己想要练习。哦，这样的话，我们武功就会越来越高强，知道吗？你看，来。像我最强的就是百裂腿，在我练百裂腿的时候嘞，我都会加音乐。老师，哈呀呀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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呀！好，转圈哦！哈呀！转圈就练成百裂腿，看到没有？声音在起笑哎，大家明白？对。像我也是一样，我加入一点音乐。你看，平常我这样抖动的时候，有没有？对不对？只要加一点音乐。哈利姑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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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啊，有没有看到没有？我在那边加了一点趣味 ，That's right。那我看到我这个是白脸掌，白脸掌，白脸掌，加油，这样就练习要练习，加一点趣味，白脸掌，白脸掌。哦，老师，你给我留了天吧，我是张忠龙老师啦，大哥小乔，那起码哦，你去到位买嘞哈，地方边重庆八路二段，重庆八路二段，重庆八路二段，合作金库正对面，好，合作金库，算了，我觉得我这个还是练不太起来，这个没有办法，用完来碰点隔壁。哎，对了，你这边盖表，可是我觉得这个还是。但是你忘记了他的卡，他都知道。他的卡骨会很嫩 Q， 你并没有提起来啊。我可是因为我的招式都是手的，卡骨的是他。对呀，你就能够降低 Q， 哇哇，就会变这样。OK， 所以你看看，平常你们就是因为疏于练习。All right， 你看看，所以找一些方法。你有留过美对不对？夏威夷，对，夏威夷来的。OK， 所以说一定要加强的练习才有办法。不要只是说像台湾，你看看台湾的军方，现在我们感觉起来好像有没有跟戏剧结合？嗯，每一个士官长看起来都很帅，对不对？都很漂亮，对不对？但是真正打起仗来，花拳绣腿，这样就不好了，知道吗？台湾的国军要跟我们好好学习，阿里哥，谢谢。